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急流回旋运动员，我叫舒俊荣，我叫胡明海，我们是二零一零年捷克站世界杯冠军，我们将会在美丽的斯诺伐克参加2012年的世界的那个伦敦奥运选拔赛和2011年的世界锦标赛。但在布拉提斯拉瓦有非常优秀的选手，比如奥克兄呐、卡利斯卡，很多比较优秀的选手组成嘛。这个国家的人民非常热爱这个项目，就像我们中国人热爱自己的乒乓球一样，非常喜欢这项项目。斯诺伐克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，在斯诺伐克。在斯诺伐克有相当美好的环境，相当美好的场地，可以进行急流训练。我们中国队将会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，在斯诺伐克布拉迪斯拉瓦参加比赛。支持我们的人，大家一起来吧！喜欢我们的人就为我们一起加油吧！谢谢。